Hello， 大家好，我是JJ讲桌家。然后今天特别的开心，是一个非常 special 的一天，因为呢，我的新单曲的 MV 在今天在正式的在开拍单曲名称叫做《看不见的伤最痛》。那在我身边这三位非常优质年轻的演员，也是我这部 MV 当中邀请到的两位男主角，还有一位女主角。好了，那从我的右边开始啊。大家好，我是林孙玉豪，然后我在这个 MV 里面饰演的是一个问号的角色。问号的角色，对，这三个人有一个非常非常悬疑，非常需要，对，你要看 MV 你才会知道。我们在这不能破梗，刚刚说是一般的三角恋，复杂多了，很复杂，而且有一点点，对，要需要推理，然后有一点点变态。悬疑太不好听，悬疑到变态，我们到变态没有，尺度还没这么大，好，大家好，女主角，我是陈以欣，结束了，不知道要从哪个面向介绍，然后对不能破梗哦，非常重要，所以你在 MV 里面演的是这两位的朋友，有达以上了。有的上，然后，有一些亲密的行为。Keyword， 亲密行为，两个都有， okay. 这样。两个、我还不知道，因为他们早上开拍的。我的角色有一个挑战是，是我从来没有诠释过的角色，就是他是一个眼，就是因为一些原因，所以他眼睛没有办法看见，所以就是今天整个白天在拍摄的时候，我都一直没有对焦在任何人的身上，这样是被蒙着。有一部分是有蒙眼，然后有一部分就是有，虽然就是没有蒙眼，但是还是处于一个没有办法对焦的状态，没有办法看见的状态，因为失明。对，失明，因为看不见，因为看不见的伤最痛。好，三位，嗨，大家好，我是杨嘉恩啊。我的是我有跟这个女主角亲密的互动，对，我跟她也有在私底下亲密的互动，私底下，我想说，早点加戏了，是不是？我觉得剧本吸引的地方应该是它的开场方式蛮特别的，就是会让观众想要知道这故事到底要干嘛这样子，对。其实我一直很希望我有一首歌的 MV 可以被拍成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一首歌它如果本身就好听的话，如果它打上非常具有强烈刺激性的画面的话，会把这首歌里面想要表达的内容更加的体现出来。而且我之前也很喜欢像是悬疑的电影啊、书籍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超级无敌棒，超棒的。我觉得能把就是这么时下的题材，然后放到歌里面，是很特别，真的很独特，一定会让人家有迷信。那不好说哎，就是这个剧情怎么说啊？对，他又不能够破梗，他又不能讲太多透露这个。可是大家来猜猜看，我要讲什么？先从开始猜。这首歌叫做《看不见的伤最痛》，然后其实是我自己创造写歌里面的最，我觉得自己唱的时候感觉最赤裸的一首啊，因为我从来没有唱过就只有弦乐跟钢琴的歌曲，然后呢也是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可以把我在写歌当下，因为我这个人本身就是有一个保护色，然后不太愿意跟周围的人分享我自己当下的一些可能负面的心情跟情绪。那作为一个音乐创作者，我通常都是通过吉他或者是音乐或者是歌词啊等等去抒发我自己的情绪，那这首歌里面真的是等于把我自己最内心深处的一些东西写在里面，看不见的伤最痛。一个旅人有一天晚上他投宿在一个老奶奶家里面，然后隔天他流血过多就死了。这个也太开放性了，还不是吧？啊、是老奶奶害死的吗？到老奶奶家，不算是。是哦，老奶奶的家人害死的吗？不是故意的，他是血过多死的。对啊，他可能是太累了那天，然后睡在老奶奶家里面，然后半夜起来没有灯，然后他跌倒被什么东西刺到，然后就醒过来，老奶奶发现他已经流血过多死亡。不是，直接打枪也不是。就像刚说，不是。对，他非常冷静。女人就自己一个人吗？
对。他是男生还是女生？他是男的吗？不重要。很凶哎，真的。老奶奶跟旅人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哦。哎，只有老奶奶不是？有老奶奶跟老爷爷。哦，老夫妻。你那天晚上也要执行什么杀人计划？没有，没有那么邪恶。这对老夫妻是变态吗？不是，这对老夫妻有什么不一样？没有，就是变态吗？这对老夫妻有什么癖好吗？有癖好吗？没有。这对老夫妻很老吗？问个废话，不重要。还活着吗？女人很老吗？也不重要，不重要。老夫妻会打猎吗？重要，因为重点是他们不是故意让他失血过多，对，不是故意让他，也是可以成立啊，不是故意，不是故意让他死的，不是太老奶奶了，不是故意让他死，让他死不是他们的本意，让他死不是他们的本恶。哦，我知道了，是那因为那个旅人到家里的时候，他可能受伤了，被蛇咬之类的，然后他们想要帮他清理伤口，然后怎么样去。可能要割开某一个伤口的地方，然后刚好割到动脉。你好正直哦，哇，这太善良了，善良，善良，天哪！那个旅人到我们家投诉的时候，手脚都完好，都完好，太伤害他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四个人都想不出来，对啊，四个这个家里面还有别人，对啊，家里面手脚完好，然后那个也是。一个种，那个别人是是一只动物吗？别人哦，所以那个老，别人是老太太老公的小儿子吗？对，然后他有他没有手脚，他有就是身体有残缺，是，然后他们想要把他的手脚放他身上，不是。这个有，你好变态啊！身体有残缺是旅人有残缺哦，不是是他的儿子有残缺哦。对，这对老夫妻的儿子的儿子有残缺，所以老夫妻想要从他们身上，老夫妻是不是之前曾经是医生，然后想要帮他们做一些器官移植？那这个残缺的人想要得到那个旅人身上的东西吗？的某一个器官？不是。利益是良善的，他们做这个动作，目的是为了某件事情好，是好为了他们的儿子好。哦，他们儿子跟人不是旅人，但是吃东西了，不是，所以就为那个旅人。这越来越变态，真的久没吃东西。他们都说动机是良善的啊。不知道你哪天肚子饿，他就会割我的肉给你吃。旅人最后死的时候手脚完缺吗？旅人最后死的时候没有脚。嘿，所以他儿子也没有脚吗？是。因为他不知道，我知道了。旅人跟他，你先离开这里。旅人，我刚刚很认真，我准备想说，他们吓到，他们以为老夫妻是失明吗？啊，老夫妻以为。老夫妻女人那个女人跟他儿子有什么关系？都要长那个样子。对，然后把脚切下来。我说这个人怎么有脚？然后就把他切掉，说你应该跟我们长一样啊。结果就失血过多死了。非常的接近。希望他儿子不要被吓到，不要被其他人。他从小骗他的小孩说人是不是脚的？人没有脚，所以他然后就把那个人对。好可怕，太可怕，太恶劣了，这不是良善，这哪是良善？对啊，这不是良善，很自私哎。但我们忘了问老夫妻自己都有脚吗？也没有，所以对，因为天生下来没有脚，所以老夫妻自己可能也把自己脚给砍掉，然后为了骗他儿子，应该就是基因的遗传。没关系，这不重要。这不重要。看不见的伤最痛呢，现在已经在全部的数位平台已经正式上架了，包括。MV 也已经上 YouTube 了，赶快点来听，点来看。只剩一个借口，你终究不关于我。